为什么这样子，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，雨还没停你就等伞压走，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，不好一阵子你就会回来。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？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会。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半岛铁盒，放在窗边堆好多，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看见他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，放在糖果旁的是我很想喂的甜，染了过滤了你和我沦落的赞美，正在盒子里的是你给我的快乐，怎么这样子，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，怎么这样子，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，已经习惯不去阻止你，不好一阵子你就会回来，印象中的爱情好像
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